对呢，有的母虾。哎，哎呦，可大！哎呦哎呦哎呦，嗯，天哦！这面十 kilo 될거야？那어떡할래？어？다른데면10 kilo 잖아？되게예쁘다。예쁜옷이다。Frog。되게예쁜옷이다이렇게이렇게입어야지。你知道你从明天开始要吃饭了吗？明天开始你要吃饭了，我们要进辅食喽。为什么？我们这边买了很多他要做辅食的一些东西过来，都是你的。sticker 도있어여기여기今天我们要吃饭了。干什么？看你的饭好不好？뭐야？예쁜이뭐야？쟤는이상한거아니야안녕안녕잘먹었어쟤는정말잘했어정말잘한거야쟤는好吃吗맛있었어的猪饭 2.0 一般是适用于晚上吃，就是各种蔬菜，然后用海鲜高汤煮过了一下汤以后就把蔬菜烫进去。中午的话烫的是章鱼，晚上的话又烫了一点肥牛，做了一个负重8公斤的深蹲，做了15个一组，做了4组，现在腿好软啊，好久没有负重练臀了。我爸，我要一个苏格拉，给我一个苏格拉。谢谢你要说请老公说吧老公请给我一个苏格拉好什么你要说好的老婆好的老婆谢谢我是没有才把他一句滚啊，尿了尿。来，你可能也不行。哎呦喂！哦，用这个蜂蜜，我们家真的是蜂蜜多。蜂蜜嘛，真的就应该用这种盖子来装。每次用那种转出来的，特别是铁皮盖啊，它就是很容易干住，然后盖子都扭开炒饭。
도한번뜨거워좀만기다려제이나아름다제이나좀만기다려这是我的棒。라즈베리짠오늘은왜모든거다안떼지는거지그냥라즈베리짠반땅콩잼반아니면그냥라즈베리잼收到了 Lemon Box 的快递，终于现在可以把我吃的那个维生素给我爸吃了，真的是太酸了。每次我喝的时候都是一股痛苦面具。里面的话是有他们一件 T 恤、购物袋，还有一个杯子，是这样一个白白的一个保温杯。哎，这个可以放在我车上哎。下一个，这个是 Completon， 就是Sarah Kine 去了 base 的那个公司给我寄的一个东西。产检用来做一个防震，这个是我的青葡萄精华，上一期我的空瓶机大家有没有看到，正好在我们自己 ECU 仓库补货的时候，我就单独让他们再给我发了一个到我家里面来，真的是太喜欢用这个青葡萄精华了，净颜效果太好了。这个是 Serum Kind 他们家新出的一个身体精华。Serum Kind 他们这个牌子是只出精华，之前有出过脸部精华，然后有出过唇部精华，然后这次的话，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身体精华，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两天试一下再来跟大家反馈。这里是 Amuse 他们新出的一个丝绒系列的口红，壳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大家能看到我的那个壳都是透明的，有没有？这一次它的一个丝绒的话是做了这种磨砂加上透明管的一个壳，还蛮好看。它一支这个六号色哈，这个颜色叫做首尔玫瑰，哇哦，这名字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颜色还蛮浓郁的，是那种冻干玫瑰色哦。抓在手上是这个样子。质地挺薄的，我发现 Amuse 的口红啊，就不管它是磨砂面的还是那种亮面的，它的质地做的都不厚，不会像 3CE 的一些丝绒类的唇釉一样就做的很厚。这颜色上嘴也是挺好看的。我发现我很神奇，我最近开始喜欢上这种很玫瑰然后很粉的一个颜色了。我之前还特别喜欢那种大红色，然后很深很亮的红，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化妆化的还挺少的，就我发现这种粉色系，就冻干玫瑰色系的，还有包括是无花果色系的这种口红啊比较好搭，你不会说你没有化妆就显得这个口红有特别的突兀啊怎么样，你看我现在就完全素颜，我连脸都没有洗，就涂在嘴上也不会觉得特别突兀，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太懒了吧，我最近好喜欢用这种可以跟素颜合得特别好的一个口红。另外几支的话我在后面的一个口红分享里面再跟大家做，我发现最近好像好久没有跟大家做一个口红分享了，找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对着
外面的窗户跟大家来拍一下，然后它是一个眼影，很春天的一个颜色哈，这个颜色当修容会很合适，一个颜色是偏粉，一个颜色是偏橘，然后再带两块这种闪片，也是一个粉一个橘色的，很春天的一个盘吧。我春天其实用这种粉橘色的盘还挺多的，一个粉紫色的，一个冷色盘，刚才那个盘会比较偏暖吧，薰衣草盘。你旁边的胃口是哪里？嗯，就他里的都有些过不过。也中三个。真的？嗯。啊。那我准备给你带了一袋来给你吃。啊！旁边看么子呀？菜。菜的话，嗯，凉粉，凉粉。几个？有好多个，下一次拍吧。等一会儿我们出去三天。好。现在都没说好。东西我基本吃完。哎呦喂！快快点去开水，要洗。好。走吗？准备好了吗？走吗？我陪他，我陪伴你。走吧呀，走吧呀，快一点！我操，他真的好重啊，紧紧都只有六 Q 呀，六 Q 呀！哎，逃逃逃逃，中鱼了！我妈阿姨也太棒了吧，她给我做了红烧肉，用了我上一期用剩的那个红烧排骨，好香啊，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味，太酷了吧。내가저번에만든것보다훨씬하는데이거끓인거예요고구마하나대표죠저도밥을먹어요거기덜어먹어많어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嗯，재인아니어떻게쌍꺼풀은비몽사몽때만나오지진짜맛있어그랬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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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오우야W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ve got you in my head, you're all that I see. I've lost all my chances, I know that I am too late. I'm thinking of you, thinking of you, thinking of you. I'm wondering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too. Now it's too late, now it's too late. I'm out of time.Still thinking of you. My heart keeps on bleeding. I have scars, the ones that healing. They're all there because of you. It's my fault, I messed it up and I should
是我在外卖 APP 上面看到了一个新的咖啡。我等一会儿吧，我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看。我刚刚点的炼乳拿铁，然后我点了一个美式，这是不是很可爱？你要给你了。나요즘이잼너무맛있더라아니요이거치아씨드잼나3일째입은맛있어你觉得好喝吗？嗯，막달지도않고把我的吸管给扔了，幸好我们家还有一个备用吸管。但是这个是个纸的，可能喝到一半会软掉。哇，我的工作台。好好看啊，太好看了吧。今天的阳光太好了，等一会儿我要出去转一转。我前两天啊，在我的 B 站上面收到了一条留言，大概就是跟我讲的内容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男生，然后女朋友是我很忠实的频道粉。他作为一个男生啊，也是因为他的女朋友认识到了我。他们现在的话是在西安、上海异地恋，正好过两天又是女孩子的生日，蛮打动我的。他就说他真的是超级超级喜欢你，你治愈了他很多烦恼，能不能麻烦请我给他录一个生日的祝福，会给他带来很好以及很久很久的好心情。我就跟他聊两句，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对他女朋友说的，以及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我自己其实蛮被他们打动到的，一个男朋友能够在这种小细节上面去愿意给自己的女朋友一个惊喜，然后这个惊喜恰恰就是女朋友喜欢的刘姐，然后让我自己也变得心情很好。接下来的话就是想跟一个叫王雪的姑娘4月2号的生日，那我这期视频可能会提前一点发呢，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下面这一段的话呢，就是你的男朋友想让我给你转达的话，他想告诉你，虽然疫情让你们难以触及，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可能你平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沮丧，因为两个人不能见面，但是他还是希望你能丢掉烦恼，依旧热爱生活。哇，真的很贴心啊，有没有？我也在这里很感谢你，真的是很感谢你喜欢我，也在这边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希望你可以早一点跟你的男朋友见面。就我会经常看私信了，就生活中每天都有很多朋友给我发私信聊聊天，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今天又运动了什么，那有的朋友会把给我发的私信的那个聊天啊当成一个他日常的运动打卡记录吧，他每天都会给我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运动，太累了，那今天做完运动我就吃了个炸鸡，超幸福。还有朋友啊会把跟我的私信聊天框变成备考素材的一个记录，每天都会跟我转发超多的什么备考资料、备考资料整理等等。刚开始还会觉得有一点奇奇怪怪的，但是到后来我就很习惯了，因为他真的是隔三差五就会给我发，然后我就会偶尔去默默的去看一下，监督一下，哎呀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啊。然后直到有一天我跟他发了一条，我说一定要加油啊，他给我的回复也是，哇天哪，刘姐你竟然回复我了，怎么样，就没有想到我会回他。然后他也说经常看我的视频，能够从我的视频里面得到很多的治愈啊，包括是一些安慰等等啊。虽然我
不会经常回私信，但是我真的还是有很努力的在看大家的每一条私信。我觉得大家的生活啊，或者是大家每个阶段的一些心情，或者是一些生活里面小习惯和小故事，就每天其实真的给我还蛮多力量的。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看就没有看的微信，还有看热搜啊，然后看私信的时候，看完了让我一整天就是充满活力，就觉得说有这么多姐妹都在好好生活，那我今天也要把我自己过得更加有意义一点。这些聊天还挺早就想跟大家说了，今天就是趁着这个生日祝福的时候突然之间想起来，真的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私信我都有在好好的看一眼，就你们在我生活的每个时间点真的能给到我很多不一样的动力，然后不一样的快乐吧。我今天要剪一个视频，今天是剪明天要发的视频，我还没有剪完，因为周末的时候一直在带宝宝，都没有时间剪视频。今天要赶紧赶一赶进度。哎呀，好好，小朴，你看我现在这里好看吗？是，我工资，我要做的。不行，你让我拍一个伊卡多，你几个谈一下伊卡多和塔斯给你记录就，那这伊拉维能卡多。我们现在拍视频，干一件事情至少要有五个卡多，这样才能让永仓也喷不死，喷不喊。好的。可以，我提莫斯，可以我播一下，然后送你。我知道呀。什么？你知道？这样看到没有？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有铜甲，这样子。I'm thinking of you. Wondering if you're thinking about me too. Now it's too late.